来，第三招。第三个动作呢，我要示范的是深蹲。深蹲对，要减肥照吗？深蹲对，不是不用减肥照，深蹲无深蹲不翘臀呢、深蹲可以练翘臀。但是最主要要讲解的是，因为很多这种三高的患者，他们不敢做肌力训练，因为肌力训练很容易憋气嘛。对。但其实运动呢，是透过不是透过种类来分的。就譬如说，很多人认为跑步是有氧运动，但其实假设我是冲刺跑，它是无氧运动，无氧运动，所以深蹲呢，它不一定是就是锻炼肌力而已，它也可以锻炼心肺，那最主要也是一样呼吸，棒，对，好，对，老师，那深坑是什么运动？哎呀，深坑是吃豆腐，哎，你滚是来宾呐，好，那深蹲第一个呢，好，就是双脚张开的时候与髋部同宽，好，好。那要蹲呢，我先示范错误的哈，错误的示范就是把重量放在膝盖往前蹲，像我这样子蹲，就是重量全部在膝盖上，这个就错了。把重量放在臀部上，臀部开始往后蹲，然后在这个时候呢，背部尽量保持挺直往下。有差。好，那基本上呢，我们就不用做蹲太久。哦，要蹲得很下面吗？不用，就大概大腿跟地面平行。大腿跟地面平行，这叫全蹲。好，那我们就用呼吸的方式，往下的时候吸气，往上吐气。好，所以用不用做太久，就是吸气、吐气上，吸气不用很慢，吐气上，这个舒服多了。吸气下，这个年轻人他做的很标准哦。对啊，他这个动作他真的很标准。真的，对，关心我。哦，你看看，他就像你关心他一样，你看。他真的做很标准，你看，哎有哎，有没有？好，很标准就标准了，不要再继续多练，不要浪费了，不要浪费在深坑的身上。那后面还有八段要录，赶时间啊。那只要在过程当中呼吸一直都是顺畅的，那就可以是。就是三高患者是可以做，那连着做吗？连着做，连着要连着，就是可以中间可以间隔啊，但是每一组要做大概一分钟的时间。哦，每一组一分钟，对，好，那你可以依序三招，大家一起来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来连着做，来来。好，那动作先吸气，对，准备第一个，好，吐气开始，左边、右边，吐吸吐吸吐。那上半身可以稍稍往前压，对，上半身往前压，吐气的时候往前压，感觉自己的腹部在用力。除了小甜甜以外，你看一下，除了小甜甜，看一下小甜哥做多整齐，小正哥有，小正哥有，节拍节拍音乐。对，这个节奏非常棒，非常好。对，像有氧运动要找到一个，对，饼干也 OK。对，好，对，好，然后我们要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很好。第二个动作呢，我们椅子可以稍稍放一边，好，一样哦，过程当中呼吸，全程不憋气哦。好，往前用走的，往后。走的好，哎，我们先慢走哦。哎，我声音太大，这样 OK 吗？就不用特别去顿脚，就是一种自然的走路往前退后。如果有人连慢走都跟不上，会怎么办？小娟，你节奏感有问题，你的 tempo 怎么会跟不上啊？好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。那双手可以稍稍的，就是自然摆动，稍稍的往前。好，那这时候速度加快，好，加快。你腿不要抬那么高啦，小天。这样子，我们又要炸年兽了。好，像现场呢，其实都可以做到慢跑的，这个可以。来，好，来慢跑，往前，往后，前后。会酸呢。后，稍稍的，就是可以用比较慢的速度也可以。好，我们就算是慢跑，我们可以用慢的。白手原地踏步就可以了。那主要是用呼吸来控制我们的节奏。像你要做慢的，你就呼吸慢。好，来再来进阶第三个了。第三个动作呢，深蹲，这个比较容易有错误，所以我大概要看一下大家的动作。好，就刚才讲的，就是一开始驱动的时候呢，是臀部往后驱动，重心在屁股，往下蹲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往下蹲，可以哈，各位上。好，搭坐同时你来矫正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来一，好，大家配合呼吸哦，往下吸气，往上吐气。二，三，二，好，一，二，好，一。二一，好，大家感觉好像抽筋有没有？有，屁股要再翘一点。哦，像小钟哥的脚尖会稍稍比较不稳，所以要把重心踩在全脚。前面那两趴太累，全脚都要有力的。钟哥，你累了没有？我这脸色越来越白了，出来了，你喝一些糖果让我补一下血。还是你先坐着。但是来，那个主持人老师，你看一下饼干吧，来侧面，好，做一个，好，做一个。他身体很向前，有没有？对，是 OK 的吗？他膝盖还是要挺起来一点。有吗？
对，它其实这个时候呢，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背部的那个柔软度不太一样，所以它其实它往后很多嘛，所以它自然而然它的背部倾斜是就会比较斜一点。哦，是。那如果要矫正的话呢，就是屁股不用到那么厚，像它的是很，它是很极端太后面。当你推到太后面的时候，你的背部就是倾斜的。好，所以三个我们依序做下来，效果就出现了。对，好，谢谢祖雄，谢谢。但是素清，请问一下，过年如果吃得太爽了，担心这个三高，饮食注意什么？对，我觉得如果过年我们有三高的患者在做运动的时候，除了像祖雄刚刚讲，就是强度要渐进之外，我觉得第二要记得。